本届国足集训营引起了所有球迷和媒体的关注。毕竟按照我们平时的想法，一般都是有国家队比赛之前才开始集训，没有国家队比赛球员自然是要回到给他们发薪水和奖金的俱乐部。但是因为足协的一次公告，让55名球员哪怕是没有国家队比赛任务也要集训，为此不惜放弃联赛。当然相应的足协也还是会在 U23 球员政策上面给予放行。这么多的球员集合在一起，统一的名称叫做国足集训营。国足集训营现在已经集结完毕了，球员们现在依旧是在北京，他们要进行体测，之后才是去军训，然后再飞往昆明进行集训。在这段时间，他们的训练和足球的相关度并不大。我们也通过视频看到了这些球员们在通过游戏培养默契度，这其中就有很多我们小的时候玩的拍手游戏等等。可以说这几天的国足集训营球员还是很轻松的，不过之后的军训可想而知肯定会非常累。这次国足集训营的时间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很多人都表示这样损害俱乐部和联赛利益是否真的对于中国足球有好处。要知道之前中国足球并非没有先例，这件事还真的和本次国足集训营的总教练沈祥福有关系。那是在2003年中国国奥进行了为期四个月整整120天的集训，当然并非是一次就封闭训练120天，而是分为多次，目的自然是为了参加一年之后的雅典奥运会。当时的主帅就是沈祥福指导，那届的国奥队内堪称是白金一代，也就是在世青赛中被黄健翔打呼中国足球未来可期的那批人。不过很可惜的是，这次超长时间集结对于中国足球和国奥队来说并没有取得什么好的印象，集结四个月目的就是为了奥运会，结果连奥运会正赛也都没有进去，奥运会预选赛就遗憾的出局了。那次的国奥超长时间集训之后，中国足球就很少有这样超长时间的集训了。毕竟足协也是看到了这其中的弊端，当然主要也是因为最终的结果是失败的。而现在中国足协又用同样的方式，这次是扩大了选材面积，有55个球员，主帅依旧是沈祥福。就看看之后国足集训营的动态吧，是集中训练然后打联赛，还是去拉练。当然第一个结果就是明年的亚洲杯。